Chinese teacher Mandy. 下了一个星期的雨，周末太阳终于要出来了。我们出去玩玩吧，去爬山怎么样？别去爬山了，我们就去附近的公园走走吧，坐在草地上或者树下晒晒太阳，休息休息多舒服啊。附近的公园一到周末就都是人，我一看见很多人就头疼，还是去爬山吧。每次爬完山回来，我的腿都疼得不能走路。所以你需要多锻炼锻炼。但是这个周末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衣服要洗，房间要打扫。我们可以先去爬山，回来我帮你一起做。你帮我做？昨天我让你把房间里的饮料瓶子扔了，现在瓶子还在那儿呢。Chinese teacher Mandy.